这里是保持一米，那个是除此工作时间的一个娱乐吧。觉得现在疫情期间嘛，是需要做一些让大家轻松一点的嘛，不要让大家因为疫情影响心情啊这些。那个是正好有一个司机把那个车开到我们店门口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想着，正好本来之前有一个娱乐嘛，就顺便就把司机洗了一下，还好吧，就。配合呀、啊，然后还是挺舒服，因为平时如果是没有疫情期间，我们正常店里面都有这种按摩师在梳头的，就随机的，就正好有这种有氛围的吧，就有氛围的这种，我们就随机挑的。看视频，上澎湃。